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家乡古城西安。哇，太震撼了！这就是我们的文物医院，我们保护修复兵马俑，就是我们传承历史文化的眼睛。哇，太美！你看，哦，双手在这个牛皮上跳舞。你要让更多年轻人知道这个东西有多么的好，去了解咱们自己的文化，这种自信感会越来越强的。